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小彤。对我来说，最有意义的一个汉字是“是亭子”。希望我可以每天都亭着你们哦。从今日开始，跟我一起提笔写字吧。6月10日起，每周一至周四晚上7:30，来到卫视《神奇的汉字》，一定要看哦。